昨天晚上不到十一点半，就水特别大，我在公就马路上就差不多一米多，我冲到了，把我冲到了两次啊，我上来以后跑到家里来看，家里人都安全，像我们家这个上面这是煤厂，我去年买的一个新车轿车啊，全逃掉了，就本来我这一个大棚也可能七八万有吧，但是全部空走了，还有三八万。那个家里人没事吧？家里人没事，家里人我上来以后一个一个转过去，大概估计我们家我损失了可能一百多万。就是从这个河流往上走的话，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就说是这个农家在这个上面？多啊，那像最严重的上面一个村，叫什么村？青山村，说是两家嘛三家，整个人全家都冲走了。